我们现在在物色的文会馆图书馆，然后这边最近有一个新的景点，就是白色教堂，超级漂亮的。然后还有猫头鹰是他们这边的特色，然后还有这边有个小庙钟，然后这是一个小公园，然后这边还有 LOV 的样式，这样非常漂亮哦。如果有来这边的话，千万一定要就是来这边走走看看哦。